多，而且都是这个通过手接触的这种那个就是传染的概率也很大。那么我也把这个呼声也向网上反映了，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就希望就是大家这个是大家的这个事情，那么只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呢更好的把这个把这个抗就是打好这个抗疫这一战。然后刚才大家也都讲了很多，因为很高兴的看到呢中国在抗击这个疫情的情况下很好的已经都很好的控制好。那么有个相关的一些经验呢，我们如果能采纳，如果能采取，这都很好。那么那以后还是要靠大家。那么我再说两句用英语说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CCTO and for hosting this event again, and it's very important. I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is is a global COVID-19 pandemic, and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and to really to overcome this critical situation.